哎，同学，在打开电视，正在为你打开电视。家里家电遥控器太多，可以来看看这款新发布的小米智能家庭屏 Pro 8，它能通过红外控制多达6000多不同的家电。在这个8.1英寸屏幕上，遥控器能干的活，它都能干。它那者小爱同学，只要喊一下小爱同学，我要关闭电视，就完成操作了，用起来足够省心。既然带有屏幕，还有流畅的米 UI 控系统，是不是也能当做带支架的平板用？当然没问题。里面内置了腾讯、优酷、爱奇艺、芒果 TV 这几家流媒体，完全可以当做电子榨菜，动动嘴皮子，边看视频边单饭，再也不怕无聊了。想要听音乐，有声书也能满足你，不需要下载安装，即点即听。想要搜资源，也可以配合手机上的小爱音箱使用。还有这200万像素、105度广角摄像头，通用 USB Type C 接口，7500毫安时大电池等等这些硬件加持。除了不能玩游戏，可以说它就是一款能力者的娱乐平板，所以这台能当平板用的家庭中枢，你会不会入手呢？